大家好，我是吴仲宏，温哥华 Go Ballet 胡桃夹子的艺术总监。今天非常高兴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新闻。在12月15日到18日，在女皇大剧院，我们会上演我们世界出名的胡桃夹子。今年呢，我们加了很多不同的游戏在我们的 lobby， 那么观众们可以进去。我们特殊设计的那个景，可以在那边可以照相，可以买一些专门 Nutcracker 人物的一些 Christmas ornament， 还有就是小朋友可以早一点来参加我们 Dance with the Nutcracker characters 的一个小舞蹈班，这些都是为了让观众们可以更加理解和更加就是欣赏我们这个舞剧，还有不可以忘记，就是告诉大家，我们请到了世界出名的舞蹈演员来跟我们一起合演。那么有纽约城市芭蕾舞团的舞蹈明星，有太平洋舞蹈团的明星，还有这个温哥华交响乐队给我们现场来伴奏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的演出，看我们的胡桃夹子在女皇大剧院。感谢收看今天的大温故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